真的觉得这个小径的宽度真的没有办法开车。See?真的很不好停车，而且会车非常的麻烦，道路非常的窄，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可以会车这件事情。下面的一点点的斜坡，就有人车子就整个卡在一个转角卡住，所以大家要三思一下，要不然就停在第一个平台或是第二个平台，然后再自己步行上来。步行过程差不多，可能走到这里大概半个小时。要不要吃柠檬？要不要吃柠檬？七早八早在山里吃柠檬，大家请记得果皮不可以丢在山林里哦。柠檬猪，柠檬香，什么香煎猪排？我是觉得刚刚这样子骑车很累。车不会累啊，因为我是坐车啊。但是我屁股很臭。这边听说要大概走40分钟到一个小时单程。其实刚刚在登山口的时候，一大群的山友他们就在拍照，就激进喧哗。他们算是咆哮那种意思。而且我其实是有点担心，他们如果还是一直维持这样的音量，会影响到在山林里的小生物。你看，鸟叫声，还有蝉声、溪水声，时不时的风吹叶子的声音。如果被人类的声音盖住这些东西，真的有点可惜。但是我还是想在这边说谢谢，因为毕竟刚刚在跟他们解释一下之后，他们还是有压低他们的音量。所累的时候有时候扶着的那么好，哇，那你还特别带这种工具来帮忙，比较不会那么危险的。换你了，换你找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让我们一起来观察。别那么远，闭嘴！我说在山里的原生物啦。让我们一起来用心的感受我们身边的环境，多多观察身边漂亮的事物。以轮流接龙的方式，让他觉得哎，好像是个游戏，然后他会认真的去发现自己身边周遭有什么东西。嗨，走啊！
晒得黑黑的。谢谢，很漂亮。谢谢谢谢。有机会在网络上见。好，拜拜，我是若影，拜拜。谢谢大伙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继续加油。这段蛮轻松的。对啊。越来越大胆。现在是休息时间，后面在玩瀑布的人很兴奋的一直叫。困难度是一星，因为看起来挑战的过程除了比较潮湿的地方之外，我觉得大部分都还蛮好逃，蛮好走的。我会放照片在我的 Instagram 上，然后如果你想看照片，这边拍照起来会像怎样的话，你也可以去看我的 Instagram 哦。现在在努力补po照片中，因为心脏好。我爱红娘，我爱红娘之狗系列。当中狗狗来开森林趴，由后心得与大家分享。我们发现这座山还蛮特别，是很多人带着狗狗上山。印象中看到当天的狗狗总数大概有20几只左右吧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云山瀑布的难度是属于狗狗比较可以接受的。然后建议大家想去玩水的话，可以带泳衣。可是，在现场没有适合更衣的环境，所以提醒要玩水的大家。那关于开车上山这件事情，就像影片所示的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将车子停在最下面的停车场哦。那关于云森瀑布爬山的部分，我觉得它算是 CP 值蛮高的，因为难度大概5颗星满分的话，它只有1颗星，我觉得它不算是陡峭，算是很平稳的前进。然后关于 CP 值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爬一小段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瀑布，然后又可以玩水，我觉得是夏天很适合的一个假日休闲活动。关于在瀑布那边，我们手上拿的叶子其实是在水底捡到的，但是我们沿路有看到游客为了拍照，然后攀着其他的植物，其实觉得有点残忍，所以想要请大家一起爱护原来的环境哟。那这边想要请大家留意一件事情是，不要留下任何不属于原来环境的东西，不论是果皮呢，还是狗便便，更不用说是垃圾了。其实这也是肉皮猴最近学到的小知识，跟大家分享。虽然说狗便便跟果皮好像是可以分解的养分，但是它还是有可能破坏当地的生态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行举手之劳，谢谢你。那祝大家夏天在云森瀑布玩得愉快哦。